中间前方。好，待会儿左手边也帮我看一下，左手边刚刚还没有拍到哦，谢谢。右边。好。来这里。来中间偏右。中间偏右，好。这边。好，右下角。这里。谢谢。好，来两点钟方向。好，两点钟方向。好，都拍到了吗？好，谢谢。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我们递一下麦克风，然后先。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世安，嗨。陈世安呢，这个来到我们 PDF， 当然要先这个准备先预告一下，因为6月4号就是即将你生日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赶快跟你讲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当然，这个新的就到了一个新的一年了，又增长了一岁，有没有什么样的新愿望祝福要跟我们的现场朋友们先分享一下？祝福，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心想事成。我觉得这句话虽然很老派，可是其实它意义是很深重的。每一个人我们每一天都在想很多很多的事情，那我很希望我身边的朋友们都一直在想自己想要的跟正面的事情，然后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。那这是给别人的啊，通常生愿望不是要给自己吗？自己啊，对，你自己有没有特别什么想法？我希望在这个年龄可以再发一本写真书，然后要超越以前的写真书这样。这个同时在预告吗？没有啊，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希望，是好像唱片公司有听到了，就愿望嘛，愿望嘛，可以随便讲的。对，希望有个这个有个目标，对，这个很重要。听说你刚从因为看了一下这个脸书，就发现哎，刚从日本回来，对，哎。是这个，而且拍了蛮多照片的。他说：“每张照片都拍得蛮好的耶。”是，谢谢。因为我很喜欢摄影，然后跟几个很爱拍照的朋友一起去玩。对，所以是刚去玩回来啊。对，休息是很重要的。是，当然这个希望下一张专辑也不会等太久。虽然说这张专辑呢，我们大家还在聆听，因为毕竟也才刚发行不到一年的时间。是，对。但是呢，在这个离开之前呢，我还是要赶快跟这个陈世安握一下手。除了祝你生日快乐之外，听说你有这个财神系男歌手之称，是不是？最近如果我这样牵我手之后，我的2019年应该会更顺遂。没有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因为有很多的我的歌迷，他们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会来找我，然后就有好几个都说他们握了手之后就很幸运。是，然后其中一位之前那个新闻上写的是600万嘛，然后他就参加了我的生日会，是，然后隔两天又有一个新的1300万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你要不要让我？抽神一下，真的是该抽神之手哎，知道随便那我随便握的好不好？对，下次以后真的是除了这个写真书发专辑之外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帮大家解惑，解惑完后有要握手吗？好，再另外加手。我转行了，对不对？祝福你。啊，谢谢，我谢谢，谢谢陈世安，然后现在变流行歌奖，谢谢你，谢谢。